我骨子里应该有呢啲嘅有呢啲嘅技能嘅。到底袁伟豪佢讲紧系咩技能咧？着黄金底跳脱衣舞，袁伟豪愿浅见加工啊！袁伟豪寻日为新剧试造型嗰阵，佢就话入边有一段跳脱衣舞嘅剧情，仲话黄志文一早通知佢操定啲主顾拎晒机，又要佢着 T back 咁，知佢又可以去到几尽咧？去翻香港先生嗰阵时嗰条土豪金嘅三角裤咯，到时埋位先再睇下需唔需要再浅见啊加工嗰啲嘢咯。另外有支杨怡波谦谦推剧斩绯闻一事，最后由你顶上佢个位，介唔介意好似执人义摊咁啊？冇话介唔介意嘅，边个担咪边个做咯。咁我而家多个机会发，即系可以发展嘅，咁咪把握个机会咯。理性啲去睇嗰件事，咁啊谦仔都好似话要着嚟准备要结婚啊，或者其实基本上佢已经大家已经系一对啦。咁减少啲绯闻都系好理所当然嘅事嚟嘅，我觉得啊。